那么其中一个关键的设计点就是需要有一个开放的 table format， 我们需要
选择一个 table 封面的，并且深度的投资它，让它作为我们的内置存储。所以很容易就想到，我们需要从以下的三个当中选择一个来作为我们的内置存储。这个并不代表说我们不支持其他的，作为一个开放的 Lakehouse 的话，数据库的场景，这些所有的。 Table 方块的产品，包括刚才李建东老师提到的 Python， 我们都是要支持，基本上都选同类的。然后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下我们在选型这三个 Table 方块当中遇到的一些故事。这里呢，我认为 Table 方块决定了我们 Lakehouse 存储层的下限的能力，所以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有一篇文章。 他的观点密密麻麻的，我就列在这里了，大家也可以不用细看，听我讲就好了。他的这个人是 Tabular， 也就是 Iceberg 背后的商业公司的一个运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 Iceberg 赢了这一场 Table Format 的战争。然后他其实主要是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 Iceberg 赢在了他的 A Open 的那个 Specs 上，就是 Open 的标准上，为什么呢？ Hive， 他认为 Hive 有一个隐形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就跟大家有的目中遇到的一些没有文档、只有口口相传的那些标准很像，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Hive 是什么啊，用目录的形式，要历史所有文件，然后没有什么传单性很弱之类的，就是你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文档去定义这些东西，只是大家根据经验、根据自己理解去做这些 Hive 的操作，然后 Hive 有很多问题。 Delta 和 Hooding 呢，只是基于 Hive 的模型，在它的模型之上进行修修补补，并没有勇于跳出 Hive 的圈子。然后呢 ，Iceberg 是第一个首先清晰地定义了自己的标准，然后他也勇于跳出 Hive 的圈子，跳出 Hive 的兼容性，比如说他引入了黑的爬梯性，这样他就很容易支持爬梯性、引入路线这样的高级功能。 这样的功能可能在 Delta 和 Hooding 当中都是很难做到的。然后第二个点，他认为，主流厂商的战队也表明 Iceberg 赢了。比如说之前 Snowflake 在他们大会上宣布，他们的列表格式支持managed Iceberg catalog。他们管理 Iceberg 的能力跟他们自己内部的原来内部的那种不开放的格式性能基本上相当的。 然后他同时也认为 ，Atop 一个跟他们竞争的公司，也开发了一个 Uniform 的一个功能，把他们的 Delta Lake 转成 Iceberg。他认为这样的战略表明了 Iceberg 其实已经是一个事实标准。然后接下来他还吐槽了两个厂商，他认为 Hudi 严重依赖 Java 生态，它里面设计过于复杂。然后呢，他认为 Databricks 对 Delta 的影响非常，控制非常强。他认为开源并不只是开放源代码，而是要能够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参与进去，而不是说你只能看代码。你想搞一点比较大的改动，他们就不让进。所以这个全都是 Brian 的观点。然后这篇文章发出去不久 ，Hudi 社区就有回应了。 这位老哥是 AWS， 他是 Hudi 社区的一个 PMP， 他认为 Iceberg 并没有赢，为什么呢？Hudi的支持的功能非常非常多，有时候 Iceberg 甚至从 Delta 和 Hudi 超功能，比如说打水标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另外两个先做 ，Iceberg 最后才做。 然后呢，他认为其他厂商支持 Iceberg 也不代表你就是最牛逼的，因为其实要把 Table Format 从 Delta 转成 Iceberg 也很简单。然后 Hudi 也做了一个 One Table 的功能，把 Hudi 转成 Iceberg 或者 Delta， 这个纯粹只是一个技术，根本没有什么可追的。他说真正重要的其实像 Snowflake 他们是自己用 Foundation DB 去管理了一个 Metadata Layer。 这个东西对查询、对系统性能才是重要的，而不仅仅是你说的那种标准。
差不多就是这些观点，然后右边那张截图呢，是Huey的创始人，也是我的老朋友Xuwei，他发了一篇LinkedIn，当时刚好Snowflake发了一篇paper讲他们就是今年的一篇paper，讲他们那个增量计算和那个Spring framework的概念，他说其实Huey在16年的Uber就已经提出了增量计算的概念，不知道是谁抄谁的。 我就只分析一下 Iceberg 和 Huey， 因为我们也比较认同 Delta 其实可能跟 Spark 一样，对被 database 可能控制的比较多，所以其实想深度的参与一些功能的建设的话，遇到的阻力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也觉得是不够开放。所以我们如果要站队的话，我们还是更倾向于 Iceberg 的观点。 他们的标准非常简单，非常开放。其实不得不说，在我的了解当中，他们的标准放出来很早，代码后面实现非常慢，就是一直都只有V2的标准，但是那个实现我跟了好像一两年吧，我不确定他们功能是不是才实现完。但是他们标准非常清晰，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是Iceberg的。 约束或者假设行列条件非常简单，他们没有像估计大家有 PK 的限制，然后他们的Parquet系统也是非常巧妙，是使用黑灯Parquet系统的概念，这样的话用户使用的时候也不需要显示的去理解这个物理上的那些操作，不需要像骇客一样，要直接Parquet系统列过滤，这样才能获得那种性能提升。大家可以把它做在里面，这样的友好的性能就是更宽松的约束。 可以让我们设计一个更灵活的一个cost，然后它的生态系统也非常好。其实国内跟国外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国内的话，Huey可能用的比较早，因为它的实现应该是最全的，而Iceberg因为没有实现，但是各个厂商就是国外的一些厂商反而接Iceberg倒是挺有热情，所以它的生态其实也不用怀疑的。 唯一值得吐槽的就是它没有那个 CLI的 SDK， 但我们是一个纯粹全新的通过 CLI 写的一套系统，所以这个东西就要花点精力去做。然后我们选择 Iceberg 之后呢，就遇到了以下的一些挑战吧。我们打造了一个全实时兼容 Iceberg 的一个内置的存储。 格式，那么遇到三个挑战，第一个是数据写入的新鲜度。那么众所周知 ，Iceberg 它其实还是一个以 snapshot 为例子的一个相当于一个 P 的方式去写的，所以为了保证数据的分钟甚至是分钟内的可见呢，我们就需要引入了一个单独的一个ingestion 然后数据新鲜度有，但是也需要被更快的查询到。查询的能力呢，众所周知，大家一般都会引入 cache，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加入了一层 cache 服务，能够把数据根据人的分在不同的存储介质上。这样的话，对于一些经常会被访问或者很重要的数据呢，我们会把它放在最热的内存，这样能够。 避免对象存储的一个延时，然后第三个挑战是一个时序的性能优化。如果数据写入越来越多的话，它的文件可能会遇到很多小文件啊，可能会遇到数据分布没有太多的规律之类的。那么我们需要在后台用一个后台的 table 服务来，根据小文件啊，或者是数据重新排布一下，让它能够更优的识别出来。 我们当前经常会就是比较频繁的查询的一些 pattern， 能够为我们的查询服务。然后刚才我也说了，我们是一个基于增量计算来实现流 P 和分析性查询的一个引擎，所以我们也需要设计一个增量存储。那么我们也是基于 Iceberg 的 position delete file 这种格式，然后做了一些。 兼容的改动和优化，让它能够很高效地表示出我们每一两个任意两个 snapshot 之间的一个增量负值，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呢，
然后优化我们的物化视图的一个场域，来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非常实时的一个分量计算。那到Iceberg相关的分享就到这了，然后接下来讲一讲Fireformat。我们认为Fireformat决定了我们Lakehouse程度的一个上限，怎么样把它优化好，怎么样让它为我们服务，我们就可以达到更高的一个性能。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 GitHub 上 bugDB 的一个 issue， 有一位老哥他想用 union type， 但是其他格式好像都不太有 union， 他就想问那个bugDB， 你们能不能帮我引入 ORC 格式，因为我想用 union。 结果这个叫 finance 的那个 bugDB 一个维护者他说不， ORC 一点都没有法可以热门。这个作为 ORC 的 PMG 感觉有点惭愧。难道 ORC 真的就难道法贝就真的很完美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法贝吧。法贝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标准，它是用 Swift 的协议定义的一个元数据，需要就是告诉你啊，配置怎么写啊， robot 怎么写啊， footer 怎么写啊。但是不同的引擎啊，不同的厂商都可能有自己的法贝的实现。问题就来了，实现可能有 bug， 而且每个实现的就是人力啊，或者是资源有限，不可能说我所有功能都用，那就造成了你写出来的 Parquet 文件跑到另外一个系统去读，会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臭名昭著的这个 Parquet V2 的问题。Parquet 有两个 V2， 第一个 V2 是 Data Page，Data Page V2 跟 V1 的区别就是它把它的那个 definition 和 repetition level 单独的做了 encoding， 然后它可以每一个 page 选择压缩或者不压缩，它也加入了更多的统计信息，比如说 log count 呀、y log count 等等。另外一个 VR 是文件格式的 VR， 他们引入了 8.0 以后啊，引入了各种 encoding 啊，还有压缩算法呀和 page index 等等，只要引入了其中之一个功能，文件格式就得是 VR。现在问题就来了，有的人用了这些功能，有的人用了那些功能，有的人不能读这个功能，有的人不能读那个功能，你都把自己标成 VR， 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读。然后更糟糕的就是 Parquet M2， 一个 Parquet 官方的 Java 实现，管理用了什么功能，永远标自己是 Version 1。然后我们研究了一会儿，发现到底该用怎么办呢？我就问了之前比较了解 Parquet 的同事，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厉害，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用 VR， 那个 V1 就够了，好吧。然后我们又因为我们用的是 CIM 系统嘛，我们要调研一下当时应该是两年前到底CIM 的 Parquet 实现有多少，我们能不能经常来用。我们看了一下 Impala 写的不错，但是当时只有 V1，现在我昨天听到的时候好像正在开发 V2 了，然后 bugDB 也是只有 V1 的功能，当时也有 Ylogs， 但是 Ylogs 呢直接抄了 bugDB 的 V 的。当时的 Apache Arrow 呢倒是不错，他们的 Parquet 实现呢是原来 Parquet 社区有一个叫 Parquet CDP 的实现，然后他们捐赠给了 Arrow 社区，然后里面功能当时还可以，但是也缺了不少，缺了很多很多 page index 啊， room filter 啊，位置下杯等等。而且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个 benchmark， 发现它必须要用 arrow 的那个内存格式去读写，然后那个转换的开销可能比直接读写文件的内存开销还要高很多，这个是有点惊讶的。然后是不是要真的重写了呢？这里刚好有一个也是一个 Velvet 的 GitHub issue， 当时他们提出来要做一个自己的 native 的 Parquet 的实现，我就去问了，我说你们Arrow 不是也挺好的吗？那个功能只是少了点，大家一起共建不就好了吗？然后这位老哥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噼里啪啦说了一堆，反正就是说为了性能啊，为了各种机制的优化呀，我们还自己写嘛，我们 writer 用的是 Arrow 的。
然后呢，其实我也了解到 data brief 他们封腾也是做了一个对重写的一个Parquet，然后好像性能是有四五倍的提升吧。然后其实 bigquery 啊 ，snowflake 啊 ，lakehouse 啊，基本上都是直接拿 Parquet 拿这个 arrow 社区里面的 Parquet，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个 arrow 的代码，它其实代码质量还是不错的，然后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了，就是参与到社区当中去吧。那么，所以我们就想参与到社区当中去，然后跟社区一起成长。那跟 Parquet 相关的Apache Repo 呢有三个，第一个是 Parquet Format， 它其实就是一个 Swift 的文件里面定义了 Parquet 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大家的所有实现都是抄这个，都是必须遵循这个 Parquet Swift 的文件，要不然就是非标准的。 所以这个方面，这个仓库呢，我们也必须参与进去。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对我们有用的功能，可能对大家也有用，所以就是能够在里面贡献回去。同时的话，人家有什么功能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拿过来一起用。所以这个仓库是需要参与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Parquet M2，这个仓库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是纯 C++的，但是呢。 它是在 Parquet 社区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权威的实现，包括 Rust、 Go 啊这些呀，都是从里面去抄，他们实现了什么，另外系统就抄过去。所以呢，我们要保证 Parquet M2必须保持它这个权威实现的一个样子，所以要保证所有的功能它都能支持。所以。 当时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参与到这个社区当中去，做了一些bug，然后把一些Parquet 里面有的，但是Parquet 里面有的功能带回去。另外就是 Arrow里面刚才也说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这家的Parquet实现，然后我们使用 Arrow 的模式是虽然也是 fork 下来的，然后自己用，但是我们也是一个 upstream first 的一个思想，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也是标准的，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就是发现改了仓库了，我们就会回开源的组分支。所以到现在的话呢，我们都是能够，他们只要发一个新版本，我们就能立刻用上。这样的话，相当于也是能够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模式。好，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傅旭伟来继续讲讲社区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这次研发工程师傅旭伟，我也不讲什么技术细节，就给大家讲讲故事。首先我们要说的是 Apache Parquet， 刚刚看到了，我们看上了，我们说到这里有三个项目，然后 Parquet 社区我们可以当成是前两个项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这个 Parquet CPP 的实现。 但是它被捐赠给了这个 Arrow 社区，因为 Parquet 是一个这样的列存存储，而 Arrow 又是一个这样的内存的列存格式，然后他们大部分人也是通过 Arrow 来直接写 Parquet 的，所以实际上现在在 Rust 版本实现和 C++ 版本实现，大部分实现者都是通过 Arrow 来操纵 Parquet 的，而前面两个社区就是老的这个 Parquet。 Format 和 Parquet MR 的实现，别看这只是一个 Java 实现，但是它可以被当成事实标准。这样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如果看标准里面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或者自己不太理解的地方，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看 Parquet MR 的实现，它基本上都是对的，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他自己写的比较烂的地方。Parquet Format 只是它的一个格式。 需要说明的是，Parquet 开源自这个2013年左右，但是当时可能很多比较活跃的贡献者，现在可能去报别的项目了，比如说著名的 Ryan Blue 后面就是搞这个 Iceberg， 所以往这里面推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难度比较高。那上次发版也是有一段时间之前了，那么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进入下面的环节，讲一下我们在 Parquet 这社区的贡献。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Parquet 吧。 Parquet 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像物理上的文件，它可以存储在任何的地方，像就像存储 HDFS 或者本地的文件系统。当然它最早设计的时候，可能是被设计说我最好是存在这个 HDFS 上的。
我们可以先简单看这个文件，它有这样文件被上层收下，然后文件被切分成多个一个或者多个的行组，叫 lookup， 然后 lookup 里面又分成不同的这个 column chunk， 然后 column chunk 里面又分成不同的 page 或页面，然后实际的数据存储在这个页面中。然后下面这个 Parquet 这个格式可能最早来自于这个 Google 在这个 Big Data Big Query 上面做的一些工作，然后他们在做这些系统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希望，就是说支持这样的签到的类型。那么我们实际上这个 Parquet 这个格式也是支持了任意签到类型的，这就导致我们可能需要这个细节讲它的这个一些原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struct， 这个 struct 有两个整形的字段 A 和 B， 那么它会有几个 column chunk 呢？答案是两个。你们会说它的这个 struct 本身怎么办？答案是这个 Parquet 的这个 column chunk 它只会存储它的叶子节点的数据，然后它的副节点数据是通过这两个 level， 看这个 page 上面一个 repetition level 和 definition level 来构建出来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设计上比较有意思的。第二点是我们再看一眼这个 page， 它里面只存了 nullar 的 value， 实际上它的这个是否是 nullar 的，它的 nullar 的值也是通过这两个 level， 实际上是这个 definition level 来构建的。然后在这个页面里，用户可以采用一些方案给这个值做压缩，然后这个或者做各种类型的编码，比方说你的值是一个递增的序列，那么就可以用这个 delta 的方式来给它做一些压缩。这就是这样的Parquet的这个格式了。那么下面来讲一下我们在社区中做的事情。第一个是Parquet这个格式上的，第一个是我们给它增加了一个 blue filter lens。这个做到这个 blue filter lens， 我们可能要秀上一张图。我们现在打开一个Parquet文件的流程方式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 HDFS 上有这么一个文件，然后好，我们会打开 footer， 看一下你这个文件里面有什么内容。好，我现在从 footer 上看到我有几个 logbook， 然后我的 logbook 可能会有一些统计信息，我可能会根据这个统计信息来做一些这样的 logbook 裁剪的操作。我每个 logbook 还可能会有一个 bloom filter， 它可能是某列的这样一个 bloom filter。比如说用户进行一些点查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 bloom filter 来做一些 logbook 的裁剪，来提前裁剪掉这些 logbook。下面问题来了，他们之前实现的时候 logbook 是这个 footer 上是只有 logbook 的起始位置。好了，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要读一个 bloom filter， 我们可能需要经过两轮 IO， 第一轮 IO 我们定位到这个 bloom filter 在哪，第二轮 IO 才把这个整个 bloom filter 读进来，我们才能用它做一些裁剪工作。我们在 format 上格式加入了一个 bloom filter lens， 让它可能读到 footer 之后，经过一轮 IO 就能读到具体的内容了。下面是我们给 Parquet 增加的一些 feature。第一个是这个我们实现了一个 rewrite on program， 那个 rewrite 那个 Parquet 文件的操作。这个 rewrite 是什么样的呢？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Parquet 文件，然后你想通过一些方式来重写它。好，如果你现在前面是一个储藏，那你会走一个 table set， 我把这个文件打开，我给它解压缩，把它 IO 读上来，然后我又给它写上一些新的配置，创建的 Parquet writer， 做个 table sync， 我又压缩编码 IO 给它写回去。这样的话实际上它中间这些 CPU cache 还是会挺大的。我们给它做的 rewrite 就相当于是说我们尽量不去做这些解压缩，尽量去直接做一些跑推就能使用。第二个是 LC4Row 的这个 codec 算法。这个需要说到我们的这个编码。像这个 ZSTD、LC4 都是经常被采用的一些压缩算法。LC4 它的官方有 LC4 frame 和 LC4 block 两种格式。用户可以经常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用不同的格式来实现高效的压缩。但是有一个很 hack 的事情，就是 Hadoop 上面会有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压缩方式，比如说 Hadoop Snappy、 Hadoop LC4， 它相当于自己包了这么一层，又用的不是特别的标准的压缩算法，我们给它支持了这样的 LC4 Row 的 codec， 就相当于这个标准用标准的 LC Spark 来对它进行压缩，或者是 LC
是 free。第三个就是给 data page VR 支持和 CRC， 不过我感觉现在应该没有用户用 data page VR。下面就是一些这个它的格式和逻辑上的 bug fix。第一个是这样的，修复这个读肉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比较重要，是它给这个浮点处理入了一个编码方式叫 stream，但是它这个格式最初设计应该是有点小问题的。我们把这些问题修复了，然后在 C 加加和 Java 的实践中，均把这个标准给加上了对应的这个修复，然后在实践中也修复了对应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release， 我们 release 了 Parquet MR 的 V1.13， 然后我们正在准备 Parquet Format 2.10 的实现，因为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给 Format 提了什么提案。但是我们提出提案对它的 master merge 之后，下游的像 Rust、C 加加的实现，并不能直接把这些实现用，把这些这个 format 里面东西用上，而是说它需要等这个 format 的这个仓库做了发版之后，需要等它真的成为了标准的一部分之后，它才可以着手实现这部分。这个上次发版已经是两年前，非常有意思。下面是一些社区正在这个讨论的工作进展。第一个是这个 Float 16的逻辑类型。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机器学习或者是这个做游戏的，我们经常用到半径的浮点数，很多 GPU 也对半径数浮点数提半径的浮点数提供了支持。然后他们在标准中就提出了一个 Float 16的 logical type。这部分已经这个有一个 C 加加实现，在等 Java 实现了。应该大家之后都会享受到。再下面是一个这个 histogram 的，这个是一个 Bill Corey 的老哥提出的，他希望能够采集更多的统计信息，来让读者对这个 Parquet 打开的时候的使用内存有更好的估计。最后一个是这个给统计信息加入 Alpha Number 这个类型的。这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在 Parquet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Page Index。它相当于是一个 zoom map， 也就是说它会对每个 page 采集 min-max 的统计信息。但是 Parquet 的 NAN 实现是说，它不希望 NAN 出现在 min 中，也不希望 NAN 出现在 max 中，它希望 total number 这种东西被单独统计。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很离谱的问题，如果我们在 Parquet 中写入一个页面，这个页面的所有值都是 NAN 的话，好，这个 Parquet 文件它的这个统计信息中，它的 min 不知道，它的 max 不知道，它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 NAN。好，于是这个 page index 整个就不能写了，它是一个损坏的坏的数据。然后社区正在考虑增加一个这个 NAN info， 当然这个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实现者会心怀鬼胎。我们在 IEEE754， 也就是浮点数最权威的标准中，他们在17年还是哪个标准里面？提出了一种全序浮点数，也就是说让 NAN 也成为了一种排序的标准。因此有的实现就会说，哎，我想让这个 NAN 变成全序的，我的负 NAN 是最小的，我的正 NAN 是最大的。但有的实现可能就觉得这个，哎，我们这个毕竟写 SQL 嘛，有这个 NAN first 的这样的语法，你觉得这个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做成这样考虑。所以他们现在也在讨论这个，但我觉得应该之后很快他就会进去。这是Parquet社区最近的一些进展啊，大家有什么想做的，其实也可以往里面提一下。下面就是Apache Arrow， Arrow 这个项目可能在国内比较有名，但我感觉在国内直接用 Arrow 的用户并不多，大部分可能是一些数据库开发会用 Arrow Rust 之类的仓库来做一些这样的操作，这样内存的操作。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Arrow。Arrow 是什么呢？这个是一张老图，它的核心是它的这个内存结构，一个列存的内存结构。它可以支持各种类型的数，包括 int32、int64， 也有些复杂类型 struct、map 这样的类型。然后它们支持了所有这样的类型，然后也有些字典这样的格式，来方便做一些可能字符串之类的压缩。下面是这个 Arrow， 它本身是一个这样的内存格式，但是它有许多很方便的生态系统来帮用户很好的来那个零成本白嫖这个列程。比如说这个，它首先暴露了一个 C data interface， 就是说可能 C 语言的 ABI 仍然不是那种
没有定下来一个完整的标准，但无疑所有人都认为 C 语言的这个实际上的 API 是最稳定的。然后 Parquet 就暴露了一个这样 C 的 data interface 来供各种语言跨域跳跃。然后下面 IPC、Flight、ABBC 都是一个像传输场景会经常用的内容。我给大家描述一个在数据里面可能查询常用场景。假设你后面挂着一个数据库啊，我们现在线上比如说跑一个 MySQL， 然后用户可能会用这个 JDBC 或者 ODBC 写一个客户端 ，MySQL 会编写一个这个 JDBC driver， 然后它向 MySQL 里面查询数据，然后 MySQL 查完之后，它会把这个数据转成这样的它自己对应的协议，然后把这个协议经过网络端再返回给这个client， 然后 client 根据这个 JDBC driver 再把这个转给上层的这个 resource set， 那么这个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它在历史的时间里面已经被证明运行的很好，是一个现行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Apache Arrow 是一个 columnar format， 它是列存格式。那么我们如果用 JDBC 会发生一件好玩的事情，好用户好不容易查到了一套这个列存的数据，它现在要转，然后因为这个 JDBC 是基于行的格式。要啪啪啪啪，要把它的所有列存数据列转行，然后列转行的时候又走一轮网络传输，这个行的数据可能又会有一些控制信息让它膨胀，然后转到客户端，它又把这个信息啪啪啪啪解析转成基于行的 JDBC。然后下面的这三个格式就是基于这场景设计的。IDC 是一个像的序列化格式，它能将 Arrow 那个尽可能轻的。就是尽可能新的转化成这样的 bytes， 比方说它有两种，它一个是转化成 block， 就是把内存中一个复杂的 Arrow 结构体啪的一下转化成一堆 bytes， 这样在存成文件或者转成网络，开销会相对较轻。Flight 和 ADBC 都是相关的协议，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听说过 gRPC，gRPC 是谷歌开源的一个这样的网络 RPC 方向。然后它对应的这样客户端协议是 Autobu， 但众所周知 ，Autobu 并不适合传输大规模，是传输比较大的数据量，因为它的这个 serving 其实还是挺重的。然后这个 Arrow 它就 hack 了这个，它就 hook 了 Autobu 的解析，让这个 IPC 这样的文件能几乎没有开销的传，就是绑在它的网络协议后面，来做尽量高效的传输。ADBC 则是跟 JDBC 一个这样对应的协议，它是跟 JDBC 差不多，但是它是基于列存的。那么好，我们现在可能对于一个 Arrow 用户，他可能就会读到一批 Arrow 文件，然后把他们这个打开网络连接，然后把它转成像 IPC 格式，然后直接发到对端，然后对端用 ADBC 直接处理这个 Arrow， 相对来说这块开销也少了很多。当然 Arrow 也支持这个 JDBC 的 conversion， 让它和用户相互。下面一个就是 substrate 并不是 Arrow 标准的一部分，但是 Arrow 很多子项目支持这样的 substrate 的查询，比如知名的 Arrow Data Fusion， 它就支持执行一些 substrate 绑定的表达式。然后这个在 Arrow 本身的项目里面，它也有 Arrow Compute 和 Arrow 两个项目支持解析这样的 substrate 的表达式。刚刚这个邵峰老师也提到，他们是用 substrate 做的一些 group 的操作。接下来是 Arrow 支持的一些语言，当然这个我可以讲一下，这个 C 加加和 Rust 的实现都是自己手动实现的，然后这两个实现用户比较多，所以应该这两个比较放心。像 Python、R、Ruby、MATLAB 和 Java 应该都绑定在 C 加加实现上面。这几个可能就是质量相对也比较靠谱，但可能跨语言调用的时候可能会看。可能得看有没有开销吧。然后这个 Go 语言是自己实现的，但是它贡献值我感觉并没有太多，所以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小坑，但大部分时候应该没什么问题。C# 和 JS 我就不了解了，我就不复发言。此外 ，Arrow 还有一些比较方便的工具，比如说 File System， 它能读取像对象存储这个 HDFS 汉分取上各种文件。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新项目，比如说 Arrow Rust 它支持 Object Store。能高效读取对象存储上的文件，然后那个阿帕奇有一个新项目叫 OpenDL， 能够读取各种存储数据源上的文件。那这些东西和阿帕奇 Arrow 结合起来，就能让我们可能零成本的白嫖一些很方便的列存的计算和操作。
接下来是我们给 Arrow 做的事情，这是六位数我们俩贡献图，当然现在肯定又加了几个 compute。最重要的是我们给 Parquet 贡献的前两个，我们支持了标准的 page index 和 blob filter， 用户可以用这个裁剪很多数据。剩下的是一些 CRC support， 因为这个可能 S3 是安全的，但是我们如果做缓存的话，缓存到本地，跟本地的盘还是可能会发生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像这种网络传输也很不靠谱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CRC 是比较重要的。剩下的就是 Parquet 本身，它的协议上支持各种各样的编码。我基本上我个人把这些编码如果有问题都修了一修。当然还是要说明的是，刚老师讲到这个 Parquet VR 的问题，有一些编码可能在各种实践中没有被用的那么泛用，所以你在选用编码的时候，如果你下游要消费的话，需要注意一下编码的类型，但是如果你的场景靠谱的话，可以尽量选用这些新的编码，看能不能白嫖到一点这样的存储和计算上的收益。剩下就是一些更统一信息上的 Parquet。然后我们两位现在在这个 Apache Parquet 12.0和11.0发版里面，也基本上是非，当时这个吴刚老师还是场地的，我们两个基本上是非场地的里面提交数最多的。我们这一块部分，我们现在就继续回到这个八卦部分。Parquet 和 Arrow 它定义了很多列存的格式，当然这个它可能因为用户比较多，加上维护者。可能有 Rust 的维护者 ，C 加加维护者，所以这东西也有一定的难度。当时这个 Webox 的贡献者，他们尝试向这个希望这个 Arrow 支持更多的格式，但遇到一定阻力，于是这位 Webox 的贡献者提出，你们 Arrow 现在我想支持一些新的 layout， 你们又不支持，那么这个我们可能是像 Bluton 在之前测试的时候。包括大的 DB 也发现这个里面有一定的这样格式转换的性能问题，这并不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要一个这样新的格式的 layout 呢？就我要这个做一些简单的分析。比如说 Parquet 这个 Arrow 会定义一些 extension type， 它能这个包装已有的类型。比方说这个我们做机器学习的很多有这个 tensor 这个类型，那么 tensor 在这里就会被包装成 extension type。比如说它可以包装成一个浮点数的数值，好，那么他们就这样可以用已有的类型拼凑起来，来拿到一个新的类型。但有的类型并不能这样，比如说像 dictionary、RLE 这样的类型，你没有办法或者非常难通过已有的类型来拼凑产生一个新的类型，因为你不支持，所以这个外界想用它都要走一层转换，这个转换开销又很大。所以他们对 Arrow 提出了一个很强的攻击，所以在 Arrow 社区里面，他们也很快做出了回应，说这个我们希望能支持一些可选的这个 layout proposal， 然后这个已经有 patch， 但是应该还在 under review， 应该很快就能用到。然后这个 Arrow 也在支持一个新的类型，这个 run and decode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RLE 编码，就是他可能会说这个。我的数据是1 2 2 1 1这样的编码，我可能就是说一出现了几次，二出现了几次，一又出现了几次这样的格式，来节省存储和计算的开销。这个部分已经进入了这个 master， 并且已经发版，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不靠谱的。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用一下。再有一部分就是这个 under review。under review 是什么？这部分的话，这个 Wireless 的论文里面是这个讲过，他用了 under review。这格式应该最早是那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的 Angora 那边提出的。他是说，这个可能我的 string 我并不想用它的生命周期，然后我会让这个它的 string 里面前几位是一个 SSO 短字符串优化，然后它字符串长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才让它这样存具体的内容。这部分可能是这个 Wireless 计算上的需求，然后那个 Arrow 已经支持了这个格式，但是这个它需要两份不同语言的实现才能继续往下走，然后另一份语言它还在这个希望有人实现一下。这是这部分，就是 List View 这部分同样是这个 Wireless 里面的一个实现，然后这部分已经有提案和一些基本的代码，然后感觉还得有一定的日子才能进去。
好，谢谢大家，现在是这个我们讲完了，还有什么问题？你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刚才你介绍那个马克里面实现一个新的 Y 的可以就说不需要解码然后实现一些合并对吧对昨天我就有个想那个自己的那个简单的太小的话就不建议就是通过类似的做法要把它打开然后把标准标准如果不解码拼在一起是那这个你这个实现能够就解决它那边的这种小文件快速合并的这种应该得改一点，但大致上是能解决。这个用是怎么的？你实现在是 Spark 里面？我们在跑黑天马仓库里面实现的，这个是刚刚说是。这部分可能未来还有一些增强的功能，因为这部分本来想就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有很多。很恶心的细节，比方说我的文件之间如果发生和 schema 有允许，或者是文件的编码不一样，那么它们都是不能吻合的。这样把它这样合并的需求，其实听起来就非常简单，但做起来就有很多这样各种判别的脏活要做。但如果说我本身就是在同一个分区下的同一个版本的这个文件，理应不应该有？原则上是这样，但是这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来判断它是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工具，你在内部可能有一些假设，但最外层一些比较开放的工具，你就不一定能有这个假设。不过这个感兴趣的话，确实可以这个一起看一下这个怎么搞，因为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不简单，就是你说这个 LZ Core Node 嘛，你说这个有几种？它有啥好处啊？没有什么好处，没有啥。哦，那就是性能这些方面或者压缩率这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你得自己测量，因为最早他们搞出了很多很奇怪的格式，像 Atop Snap、Atop LZ 四，我就是，然后他们最早那个 LZ 四实现实际上是 Atop LZ 四，感觉很奇怪。这个我还是回答一下，这个 LZ 4 Atop 里面那个多了每个背景多八个字。就是法线里面其实已经有的压缩前压缩后 set 了，然后那个用得着函数 set 更好一点，就是根据越多使用。其他同学问吗？